紧抓有轨电车的示范效应，高新区正积极打造千亿级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今天，德国汉宁卡尔公司在高新区设立了其第一家在海外的轨道交通子公司。公司拥有百年历史，主要致力于轻轨、铁路等领域的制动、信号系统以及安全技术业务。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蒲荣高会见了公司总裁海拉斯一行。现在我们是以研发为主，为将来规模化生产，全面参与苏州有轨电车项目乃至中国轨道交通市场做准备。目前高新区有轨电车一号线项目的土建已完成85%，轨道正线已在铺轨，计划到2015年初通车试运营。